接触部干扰起火处可能在他的客厅附近，那至于详细的情形，可能要在进一步就是跟经理挖掘才能做最后确认。有没有找到电磁炉？那边有几条，有几条那个延长线有烧坏掉。至于是不是延长线的原因所造成，可能还要进一步厘清。延长线插设的状况是一个插很多个。是目前看到情况可能是这样，各位住户还是说尽量避免说延长线，除非不得已才使用延长线，如果真的需要还是要尽量以室内配线，这样会比较相对比延长线会安全很多。